在江西东南部黎川老屋的小巷间，常年散发出玉瓷芬芳新玉的香气。黎川气候湿润，温度适宜，是玉瓷主要原料白崖玉的理想产地。选取个头均匀、品相较好的白崖紫玉，配以精瘦猪肉和当地出产的野生香菇作为馅料，与文火熬制的高汤一同烹饪。当爽滑的玉瓷徐徐入口，香味也留在唇齿之间。道地的食材，匠心的制作，让玉瓷独特的味道融入了当地百姓的生活，也征服了外来游客的味蕾。